体温正常。好，起床。怎么回事啊？今天你又重了一磅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一定要节食减肥，知道吗？洗脸去。这是你今天的零用钱，今天的车钱，回来报账。太太，请你们多给我点钱，我想想什么？我想在外面吃午饭。外面的食物啊，最靠不住了，对身体不好，又不新鲜，容易中毒。还是吃我给你准备好的三文治，有营养，易消化。少爷，请吃早点吧。又是牛奶麦片，牛奶麦片是好东西啊，营养好，易消化。吃吧，谁叫我娶个做护士的太太？大哥，又打了通宵麻将。我看你呀，真应该娶个大嫂。什么意思啊？有了大嫂，我要叫她好好管管你。你放心，我已经有了女朋友了，而且啊，她也答应做你的大嫂。那我们什么时候见见面？好啊，改天介绍给你们认识。天雄，来点牛奶麦片吧。哎，这东西啊，是比比仔吃的。我没胃口。哎，这什么书啊？是我带给他看的，这本书适合他看。这书不错，你要多看看。对，多看看。怎么伤风了？我忘带手绢。我去拿啊。今天带什么好吃的？我知道你馋死了，给你带来了好东西，香喷喷的臭豆腐。啊，臭豆腐，好吃。还有烧乳鸽。你真好啊。
一杯鲜奶，一块三明治。哎，给我买一杯茶，两块面包。好嘞。哎，白总，吃过早点没有？还没有啊。我给你叫个鲜奶三明治。啊，哎，这东西我这吃腻了。哎，阿亮啊，对面大排档的牛腩面挺好吃的，给我来一碗。啊，好好。经理早。哎，经理早，半个钟头交给我啊！这个一刻钟头寄出去，这个五分钟就赶起来。经理，这恐怕来不及吧。吃牛腩面的时间足够你办完这些公事了。是是是。你的妹妹跟妹夫才真是一对恩爱夫妻。嗯，他每天吃牛奶麦片，你有没有偷偷的送救济品给他？有啊，臭豆腐、烧乳鸽，经常供应。可惜。可惜怎么样？可惜，那些臭豆腐、烧乳鸽，全让我妹妹搜出来了。哼，她指着我鼻子说：“你走私贩毒，蓄意谋杀。”我看情形不妙，就溜之大吉了。你这一溜啊，可害得你妹夫受洋罪了。惨，惨！我除了对他寄予莫大的同情之外，简直是爱莫能助。阿芳，还有更大的笑话。我妹妹说，你嫁了给我，她就把她的那些御夫术啊传给你。哼，我才不要学她那一套。本来嘛，我们是互相尊重，相敬如宾。啊，你想谋杀我？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在念靶子。这什么意思？我来介绍，这是我们大发银行的大老板古隆东。古隆东，你把他当靶子？对，以后我要每天把他当靶子。为什么？伊娜，你想想看，我在大发银行干了8年，工作是一天天的加，薪水是一天天的减。什么？他减你薪水？这个月米价涨了，轮渡又涨了，巴士又加价，这不就等于减薪水吗？替这种老板工作真没出息，要是我啊。你怎么样？炒他的鱿鱼不干。对，男子汉大丈夫怎么受这种侮辱，先下手为强。明天我就去辞职不干。好，有志气。可是我们以后的生活啊。不要怕，我手头上的积蓄啊，够你吃半年牛奶麦片的。你真是我的好太太，有你支持，我胆子就大了，明儿就去炒他的鱿鱼。慢点，辛苦了8年，一生辞职未免太吃亏了，我们总得想个办法出一口气。那还不简单吗？我明天就去把他骂个狗血喷头。哎呀，各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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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
这有什么不好呢？哼，你骂他，他也有一张嘴，啊、他可以骂你，谁都占不到便宜。哎，有了，我可以狠狠揍他一顿。我的武侠大明星，嗯，这也不是好办法。嗯，又不好啊？万一他的武功比你强，那你不是要躺进医院去了？对，虽然他是个矮个子，身体倒挺结实的，我犯不了吃眼前亏了。我们再想想办法。嗯，太太，你比我聪明，你帮我动动脑筋。好，我来替你想想办法。嗯。有办法，你写一封信寄到他家里去，尽管对他破口大骂，他绝不会骂你的。哎，好办法，要是他找我质问的话，我就对他白眼一番，跟他说老子不干了，看你怎么样。要是他骂回你呢？嘿嘿，我早就溜了。你真聪明，有出息。我们现在要想一想，这封信该怎么写。那还不简单，我来写。古经理大见。哎，狗屁狗屁，写信骂人还用得着那么客气？什么大见小见？哎，对，我真糊涂，还知道经理呢。山天害你的古隆冬，你是一只大狗熊。好，开门见山，骂得痛快，亏你想得出来。大狗熊，大狗熊，仗势欺人好威风。哎，明天变条小毛虫，哎呀，乖乖弄的动。好，绝句绝句。我的大学生，你真是个天才。我的好太太，你真是个人才。经理，早。
办公时间吃牛腩面。哎，那是因公忘私，足见你的服务精神超人一等啊。难得难得。本行的美国分行下个月就要开办了，我有意思把你调到美国去担任分行的经理，你不会反对吧？啊，你的薪水增加5倍，美金计算，下个月开始支付，你的意思如何呢？嗯，经理，我我很欣赏你的作风啊，他们只敢背着我的面做鬼脸，只有你居然敢当着我的面吃牛腩面，敢做敢为，了不起，有志气，我认定你是个人才，我绝对贴身你。哎，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？现在说好了。我现在没话可说了。哦，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还用问？怎么事？一定是炒鱿鱼啊！炒鱿鱼啊！啊！他升你做经理啊？好极了，我们走运了。哎，走什么运呢、啊？那封信已经寄出去了。啊，那封信你……啊，哎，醒醒，醒醒，你醒醒，醒醒，醒醒，醒！我以为你闹着玩的，你真的把那封信寄了？哎呀！完了，完了！我有办法，跟我走。哎，上哪去啊？到邮筒去把信拿回来。拿回来？今天是星期六，邮差要2点钟才来收信，现在才12点多一点，还来得及。对，我真笨，我真笨，信还在邮筒里啊。走吧。哎。别催我呀，哎呀，要命。偷窃信件罪名不小。警官，这是我妹妹跟我妹夫，他们不是偷信呢，只是想把一封寄出去的信拿回来啊。法律不允许这样做。是。请你给我点面子吧。好，好吧，姑念你们是初犯，这次放过你们了，以后不可再犯了，你们去吧。哎，谢谢，你们先回去吧。谢谢。咱们走。美人，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信拿回来呀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我可没办法。哎，我有办法。今天是礼拜六，下午2点才收信，马上赶到邮筒去。等邮差来了，塞点钱，求他把信还给你们啊！哎，你真聪明！好极了，正在收信呢。我们运气真好，还来得及。来，司机，快点，快开到邮筒那边去。对不起，那边开不过去，很麻烦，您倒两步。为什么？您看那儿，不准驶入。快去！哎，先生，先生，车钱啊！来，找钱，找钱，找钱，不用找了。哎，
等等啊！等等啊！完了。有了，啊，怎么样？那封要命的信呢？现在还在邮局的简信部里。你是说，到邮局去，去偷啊？哎，哎，走。哎，这就是简信。哎，这封信是我的，这封信是我的，哎，兄弟，这不能进来，哎，兄弟，哎呦，哎，快来了，你拿出去，走，走，这老头看着蛮和气的，跟大家交道吧。好啊，老姜，来杯咖啡。再飞一杯，你倒是一场都跑不出来。第五场东发白又没跑出来，莫小姐他妈真害死人。哎，是个赌鬼，去跟他聊聊。啊，六场东发，白飞来了，二位要点什么？哎，两杯奶茶，奶茶两杯。老兄，你是不是在警信部做事啊？嗯。赌运好不好？哎，别提了，来了，一连跑了好几个月，一场都没有赢过。哎，他妈的，还欠了一屁股债，真的。第七场，老兄，第七场，要不要赚点外快啊？啊，外快？哎，如果你肯帮个忙，我们愿意奉酬200块钱。哦，你倒说说看，在警信部里。我们有一封信，是黄信封，寄本市仁爱路9号古龙东手。只要你帮我们把那封信拿回来，这200块钱就是你的。嗯，好吧，你们先把钱交给我。好，没关系。谢谢。你们在这儿等我。哎，信呢？来，就是这个人向我行贿200块钱，嗯，让我替他们偷信。哦，哼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谁呀？啊，我是这儿的邮政局局长，你晓得了吧？啊！你们向公务员行贿，这罪名可不轻啊！警官，她是我妹妹，给点面子，我啊，拘留24小时。啊，等候搜集证据。是啊，带进去。快走，这边，请进。这道新鲜，星期天我们会在铁笼子里度假。明天大清早，我们那封要命的信就送到古经理家里去了。完了，什么都完了。没完，我们还有最后的机会。啊，怎么样？明天大清早我们到古家去。1 2 3 4 3 2 3 4 3 2 3 4 1 2 3 4
黄先生，今儿那么早啊？嗯。我叫何杏芳，是新来的女秘书。先生，你贵姓？黄伟仁。哦，黄先生，以后请多多指教。我已经决定辞职不干了。啊、哦？为什么？哎，我混蛋，我寄了封信大骂古经理，信追不回来了。经理还没有来吗？经理刚来过电话，说今天上午不上班，要我把这些文件送到他家里去。嗯。我的私信，麻烦你带去。再见。
寺开门呐。要的文件我给您带来了。好好，你先请坐啊，等我看完这些信再处理公司的文件。咦，我那封信呢？啊，什么信啊？哎，刚才有一封搁在桌上，怎么一转眼不见啊？信在这儿呢。我的信啊，这明明是你那一封吗？这韩国寄来的，还有韩国邮票呢。提货单，凭单提取辣椒猪肉50罐，货存149仓，按946号寄取。这是一张罐头提货单。请里边坐。洪学长，老大还没下来。哦，老谷啊，哎，那批辣椒猪肉的货单子怎么了？哎，刚才老大还发了一阵的脾气，问起货单子的事儿，你是不是走了后门啊？哎，你在搞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这真是冤枉啊，凭天地良心，我昨天在家等了一整天还是没有收到啊。没有收到啊？老大早就接到电报了，说货单子寄到你家里去了。我真的没有收到啊。没收到啊？那你跟老大去交代。哦，老大来了。老大，那批辣椒猪肉，没有收到，是不是？老大，你听我解释嘛。用不着解释，货单一定是寄到你家，可能漏了风，给别人拿走了。要不然，哼，就是你的耍花样。老大，这是冤枉的，我父子连了一向小心，保证不会泄露风声。再说我怎么敢在你面前耍花样？我不要命了。保证自己有什么用？能保证你洋行的职员吗？老大，他们都是干了10年8载的老职员，有一个我还刚升他做分行的经理呢。有没有新来的？啊，有，有一个是新来的女秘书。女秘书？哎，她有没有去过你家？啊，我家，有，昨天早上她送文件到过我家。糟了，这个女秘书一定是警方的线人。老谷啊，我看你中了美人计了。啊，美人计？
老大，老大，别生气，我跟那女秘书真的没什么关系，她还是昨天才上班的，我怎么可以跟她？这货单子是怎么样？说，请示上头补发一份货单怎么样？老糊涂，要是上头知道那货单子失掉了，我们的脑袋都要搬家的。洪旭章，你这个狗头军师也该出个主意了吧？有主意啊！现在最重要的是把那个女秘书的来龙去脉要弄清楚，万一她是警方现眼的话，那我们就糟了。机关枪，手榴弹，马上跟踪那个女秘书。下班后在美琴咖啡阁见面，有好消息奉告。请坐，请坐啊。小姐，要点什么？柠檬水啊。何小姐，有什么好消息吗？你用不着辞职了，而且恭喜你荣升大经理。什么？我？嗯，你寄给古经理的是不是这封信？哎，是的，就是这封信。你怎么弄到的？今天在古经理家看你这封信，给你偷来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要好好谢谢你。我请客，请你吃饭。顾隆东啊，这两个都是你的职员，哎，货单子还在他们的手里，看你还什么话说。哎，真是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啊。那个女的是刚来的，倒也罢了，可是那个男的，我刚提升他做经理，想不到就吃里扒外。哎，你这个脓包、啊、是我不好，老大，是我用人不当，请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吧。啊，我待会儿再收拾你。胡局长。哎，老大，你看得出这两个人的来路吗？哦，据我多年的经验呢，这一男一女八成是另外一个黑帮组织的高层人物。我怀疑他们是警方的线人。哎，不像不像，如果他们是警方线人的话，这张货单早就落在警方的手里了，警方早就对我们采取行动。嗯，有理。所以呀、啊、我怀疑他们是另外一个黑帮组织的人物，这张货单在他们的手上，唯恐的是他们会奇先一招，凭单取货再去告密，那我们可就完了。我们先下手为强，把他们给宰了。手榴弹、机关枪，你们赶快去皇家把货单子给抢回来，然后就把黄伟仁的太太给干掉。这臭娘们儿，我看她到底有多厉害。来了，来了。哎，是黄伟仁太太吗？是的，你找谁呀、啊、找你。啊，哎，你们，哎，走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哎！啊！
哎呀我！哎呀我！啊！哎呦！啊！哎呦！哎呀！哎呀！大哥，是你啊？干什么？有两个强盗跑到家里来打劫。人呢？人呢？被我打跑了。女英雄了不起，到我们警局去当女警察吧。嗯。范童，你们这两个巨无霸，居然会让一个女人打得鼻青脸肿，还要脸回来见我？嗯，厉害厉害。嗯，老大，想不到我们在江湖上混了几十年，今天才真正的遇到了高手。这个臭娘们儿非但聪明绝顶，而且武功还不得了啊！这次我们想拿回货单子嘛，唉，难难难难难难。嗯，你这个狗头军师到底有没有主意啊？有有啊。除非什么？除非老大亲自出马对付黄伟人，以你这个迷人的身段，三下两下的还怕他不上钩吗？哼，姓黄的不是圣人，我有把握收拾他。对不起，我要回家了。好，买单，我送你回去。嗯，谢谢你，80块钱。哦，80块。啊，黄先生，今天我请客。不不，说好我请客的，怎么可以让你破费呢？我们走吧。我送你进去。嗯。来。我就住在这儿，谢谢你送我回来。啊。大经理，再见。再见啊。别走啊，天心！哎，你别走啊，天心！
家？这是我的家。我到我家喝杯酒再走。不行，下班不回家我太太会怪我的。你走我会怪你的。来嘛。来，老妈，你去开门。哦，好。哎，咱们去躲一躲。好，走。请坐。要喝点什么酒？酒？不，我不能喝酒。我太太说，喝酒会招胃病的。这个人真厉害。他一定是怕我酒里面有迷药，不肯上我的圈套。我这儿的酒都是法国著名的纯酒，不会招胃病的。老大，我们老大毕竟是老大，干净利落，真有一手。打开来看看。哎，是。伤天害理的古隆冬，你是一只大狗熊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还有下文呢。仗势欺人好威风，名片便条小毛虫，哎呀乖乖龙敌动。这是黄伟仁写的。哎呀不得了啊，我们一定是棋逢敌手，将遇良才。我断定他们是黑道上的高手啊。黑道高手、哎、我们老大施展浑身解数把黄伟仁骗到这儿来，结果让他卡油骗色溜走了。哎呀老大、这不是偷鸡不当蛇把米吗？哼，还留下一封骂你的信。如此看来老大我们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啊。啊，不是对手。老大、这怎么办呢？啊，洪旭照在吩咐下去跟他们开店。啊，老大晚了，我看他们一定早有准备啊，我们犯不着给他们硬拼呢、啊、哎，如今还是以和为贵。难道要我去求他？啊，不，老谷、你到下一个步骤进行。下一步骤啊？嗯，先给他们一点甜头、看他们就范不就范。还不快去、是。是我呀！哎呦，你怎么鬼鬼祟祟的？我还以为是刚才的两个强盗呢。嗯，回家干嘛要偷偷摸摸的？我差点一枪把你打死啊！你上哪儿去了？一个朋友帮我把信给拿回来。信呢？在这儿。你的朋友是什么人呢？他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当然是男的，我这个人怎么会交女朋友呢？哦，是怎么样的一个男人呢？他是一个很讲义气的老粗，满脸大胡子。那你这个大胡子朋友
还涂口红擦香水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啊啊，不不不，一个大男人怎么会涂口红擦香水呢？笑话，简直是笑话。要不然你脸上的口红印，身上的香水味儿是哪来的？还有你的领带、裤腰带、鞋子都到哪儿去了？伟人，我看你还是跪下来向法官大人认罪吧。拜拜。哎，天兄，天兄，你别走啊，别走，大战就要爆发了。拜拜。我叫大祸临头了，你总不能见死不救还算死胆吗？罪有应得，这个忙我帮不了。帮帮忙，你就去给我说说情啊。我看你今天晚上还是多卖点力吧。啊，拜拜。伟人，进来。是，喝杯酒。谢谢。抽根雪茄。不，谢谢。哎，别客气，我知道你会抽烟的。来，来。经理，你找我什么事啊？啊，还不是为了那张货单子的事。货单？嗯，货单。哦，你是说那张辣椒猪肉提货单啊？哎，对对对，其实你我都是一条路上的人，还有什么谈不通的？嗯，那提货单，嗯，我太太她啊，我知道，这是你太太的作为，来头不小，本领超人一等，我甘拜下风。哎。老弟，只要把我的货单子拿回来，我不惜任何代价。哎，你喜不喜欢辣椒猪肉？哎，我最喜欢吃。我知道你喜欢吃。那我这儿送你三罐，该满意了吧？货单子应该还给我了。对不起，我还得问我太太。哦，你太太。嗨，对对对，那这是我一点敬意，请你代我送给你太太。万一这提货单我们找不到，哎，你们一定找得到，一定找得到。先把这些辣椒猪肉罐头拿回去啊，明天我等你的回音。嗯，是经理送的罐头，真好吃，你也来尝尝看。什么？辣椒猪肉？你千万不能吃啊！什么？又不能吃啊？多吃辣椒会闹胃病的，赶快把它扔掉。哎，依兰，这罐头不便宜啊，扔掉多可惜啊。嗯，这样吧，对面超级市场的老板我认识，我把这些罐头去跟他换牛奶和麦片。哎。又是牛奶麦片，哼，我马上就去换。哼，嗯。
猪肉呢？我都换了麦店了。啊！哎呦，我的天！你在哪儿换掉的？干什么？你没有钻石啊？真的？我没骗你，在哪儿？在那边。太太，不不不，小姐，这不能买啊，不能买啊！不能买啊！好儿去洗头啊！我去，谢谢。先生，对不起，这个，对不起。太太，这罐头不能买啊！什么意思啊？因为有，因为有毒啊！哎、我才不相信呢、我们家每天都吃的。啊、但是你这神经病，莫名其妙。先生，你不能买啊！为什么？我说不能买就不能买，你能买，我就为什么不能买呢？哎，我全买下来了。你讲不讲理啊？你什么事？什么事？经理，你来评评理。这罐头摆在这儿，他能买，我为什么就不能买啊？哎，黄先生，你虽然是老主顾，我们是做生意的，每个人都是顾客。是啊，可是这罐头我全部买下来了。口气倒不小，这又不是收购股票的地方，真是莫名其妙。别吵了，辣椒猪肉我们的存货很多。您要多少我可以送到府上去。我找这些啊。我也要这些。哎，老板，这一罐卖3块钱，我愿意出3块2毛全部买下来。他妈的，我就不服这口气，我出3块半把它买下来。我出3块9，我出4.1块把它买下来。我出4.2毛，我出5.5块，我出6块，我出6.3块，7.5块，10块，11.5块，12块，12.5块，13块，13.5块，14块，14.5块，15块，15.5块。啊，你有弄错啊？27块，30块！去你妈的！老子不要了！他妈的！好，30块，成交！有没有啊？没有。这钻石罐头一定是给那三女儿买去了。哎，真是见财化水。谁呀？没有人，大概是找错门的。伟人，这有张支票啊！啊，20万，是给我的。伟人，我们发财了！我早说过，我们总有一天会发财的。是谁给你的？古隆冬。古隆冬，他为什么要给你20万块钱？哎，那还用说吗？他是慧眼识英雄。他认定我是个人才，所以升我做大经理。他又怕我不干，赶紧派人送20万块钱。看来我这个经理职位是推不掉了。哼，自我陶醉。喂，我是啊，有什么事吗？贵人兄，辣椒猪肉好不好吃啊？好吃，好吃。你是古经理，有什么吩咐吗？哦，刚才我派人送了一张20万块钱支票，你收到了？收到了，谢谢古经理。我请问你，你为什么要送我们20万块钱呢？哈、还不是为了那张辣椒猪肉罐头的货单子。要是你把货单子还给我，
这20万块钱明天就可以兑现。顾经理，你真肯用20万块钱换回那张货单子？是啊，那张货单子对你们是张废纸，在我是价值连城的。韦仁兄，帮帮忙吧！啊，就这么说了啊。依兰，你记不记得我把那张货单扔哪去了？我的天哪，我怎么知道呢？糟糕，真糟糕！你想想啊。我想不起来嘛。我记得我那天坐在这儿，哎，对了，你哭了，我也哭了。你抱着我，我也抱着你。我随口把那张货单子就这么一扔。啊，这废纸什么时候倒掉的？10分钟以前。哎呀！哦，老三，哦，老三，呀，过来。拉新，刚到了。大哥，我们出来的时候连大门都没关上，麻烦你替我们把大门关上。我现在就去。伟人，你不会变心吧？你还爱我吗？我可以对天发誓，我是爱你的。可是你把今天给忘了。啊，今是你生日，我送你一件生日礼物。可是，这什么都没有。哎，对了。我给你唱个生日歌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真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这是一张货单，里头一定有古怪。什么？你找不到货单的啊？到处都找遍了，实在找不到嘛。你，这张支票还给你。你是没有诚意交易，也好，你得当面向货主交代。明人不做暗事，我可以向他交代。好，你马上到建都路13号见货主。你是他们一伙的，你也要去，马上去。去就去，走。喂，天雄啊。对不起，我不能陪你一块吃午饭了。啊，老板要我陪一个同事一起去见货主。
货主？什么货主？啊，是一批韩国运来的辣椒猪肉，货单子不见了，我要去跟货主解释一下。那货主在什么地方？啊，在建德路13号。啊，是的。好了，天雄，拜拜。天雄？是我的男朋友。前面有空车。跟着前面的那辆飞机。贵客光临，请坐，请坐。请坐。哦，原来你是货主，那批辣椒猪肉是你的。是啊，你没想到吧？我们总算有点交情，辣椒猪肉你也吃过了，货单子总该还给我了吧？货单早就不见了。真人面前别说假话。我骗你，我不是人。老大，我看的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。哼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机关枪手榴弹把他们抓进去绑起来。干嘛你？进去。一下就好了。怎么紧啊？你别动好不？哎呦，好疼啊！我气都喘不过来了。谁呀？伟人，你干的好事，给我滚出来！别怕，我太太来了。来的正好，让他进来，把他也给绑起来。哎，就是啊。依然，你别进来啊！快走，你快走啊！我为什么要走？你再不开门，我就冲进来了！哎呀，糟糕糟糕！老大，你还记得这个臭娘们的厉害吗？她把机关枪手榴弹打得鼻青脸肿的，现在她要冲进来，那我们还有命吗？我们四个人，难道还打不过一个臭娘们？不不不不，我断定他们还有很多手下，把我们已经包围了，我们何必要吃这个眼前亏呢？那你说怎么办？还是那句老话，和为贵呀、啊。你要我跟他们和谈？哎，女人跟女人比较好讲话。再说她的丈夫在我们的手里嘛，正好讨价还价呀。看我的眼色行事。黄太太，请进来。请坐呀。你是谁？我是这儿的主人。哦，你就是这儿的老板娘。你们这儿啊，竟干些不可告人的事。对，
你应该很明白，我们是干走私的。我丈夫到这儿来走私不止一次了。他来过。你跟我丈夫也有关系？当然，我跟你丈夫的关系非常的密切，而且我的生命财产全都在他的手里。你丈夫是个伟大的人物，我已经想尽了办法还是收拾不了他。亏你还有脸说出来，你不觉得羞耻吗？干我们这一行的没什么羞耻不羞耻。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要我的丈夫。女人的老毛病，我可以把丈夫还给你，可是你得给我代价。先还给我丈夫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那张辣椒肉的货单子你肯还给我吗？啊，你也要那张货单子？那些钻石你也有份？我早就跟你说过我是干走私的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真有江湖气概。好，一言为定，把他们放出来。啊，放人放人。去。啊，黄太太。太太，我是走回去再收拾你。黄太太，你答应我的条件呢？明天给你走。我交出货单子你们谁都不许走。哼，你敢动我一根汗毛，我大哥绝不放过你。你大哥他是哪条路上的人物？他是探长，他绝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啊！哎呀，太太，老大不得了了，他的哥哥是探长，说不定已经把我们给包围了。哎，老谷，外边有没有人呐？人，很多人呢。啊，满街都是人呢。惨了惨了，我说吧，老大，你看外边已经把我们包围了，这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把他们绑起来做人质，跟他们拼了。老大，他们冲进来了，怎么办啊？快走！你们听着，我们已经把你们包围了，赶快出来投降！举手！举手！举手！投降！投降！啊！收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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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快快！天雄，你怎么来的？我根据那张货单子找到这儿来的。奇怪，你们怎么制服他们的？爹，请你对电视观众讲几句话好吗？好啊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我能够在这儿说话了，第一点，这完全要靠我太太。我们这个体育校三才成立一个多月呢，但在公司三个月大的鼓励之下，对二平均人气踊跃参加的活动，而学校一点成绩、作业成绩是微不足道。但是我们另一个来点父母看的心情，奉献给各位观众朋友，希望朋友给我们一些鼓励和批评和赞助，因为这有赞助对我们提供鼓励，和资金对我们抛砖引玉，这都是我们所迫切需要的。以下仅仅是开始。